古天乐庆祝48岁生日，一大班圈中好友，包括吴君如、林峰、方中信等等，都一齐出席生日 party， 真系睇见都热闹啊！仲记得二月嘅时候，古天乐、古巨基、吴家乐、刘海威四个食饭，话要寻人。当时联络唔到嘅何婉恒，继古巨基演唱会之后，呢日都有现身，仲即刻影翻张新五虎合照添。呢日大合照上面仲见到 Feel TV 总经理卢廷辉出现，虽然前排就搞出咗单 Feel TV 个乞衣嘅笑料，不过事后古仔都解释翻系讲紧一个客串做乞衣嘅朋友，只系一场误会咋。而卢廷辉呢日出现，亦都系最好嘅证明啦。关系咁好，睇嚟之后合作都陆续有嚟啊！